能不能抱我一下？好坏哟！滚！我叫卧龙，你是开餐厅的吗？对。一个小时帮你把桌上的饭菜全部都卖光。有一个老板就是用了我这套营销方案，一年开了20多家分店，每天卖出200份。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我像骗子吗？看起来。如果你能学会我这个方法，不管你做什么生意都不会缺引流，不会缺截流，不会缺回流。别看我了，这个眼神，200块不管用，我买单好不好？你又不吃亏，让我挑战半个小时可以吗？首先，广告词设计，八方朋友来相聚，特色美味请君尝，玩玩有惊喜，餐餐有奖励。听不懂是不是？但是有没有噱头呀？什么奖励啊？古有读诗猜谜，今有进食有趣。现在哦，边吃边猜边得奖，一碗一碗抽不停。听不懂是吧？听不懂。这个叫做惊喜饭菜，从今往后我们只卖顾客的期待。说人话。牌子都给你打好了，每一位顾客过来点餐的时候，我们都要贴上标签，等于说每点一份都有奖励。你看，一等奖免费吃一周，一个特等奖介绍对象。你这免费吃一周是什么鬼？你就设计一个嘛，有传播效应的这个，但凡亏一毛钱算我头上。一等奖或者二等奖，这个一等奖就设计一个就好了啊，把它压在碗底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三等奖的。三等奖，可以吧？等奖。卤蛋或者鸡腿一个，可以有啊。你看它每一个碗里面都有惊喜的哦，这5等奖，还得个卤蛋跟鸡腿。这六等奖的话是豆奶，可以去他店里面吃。店在哪里？啊，是在后面那里。2、3、4、3、12、3、4、5，5份，1份8块40块。哎，算得了。下次5折，但是还回头哦。我明天来。18块，怎么全是5等奖啊？好了，谢谢，走吧。就要这个得了，一等奖，免费吃一周。哎呦，好巧、哦，就一个就被你抽到了。那再来多几个？再来多几个是吗？上钓鱼种吧，你玩上瘾了。这个是二，哦哟，送30瓶饮料。我跟你讲一下，送30瓶饮料是怎么送法啊？你要先成为老板的 VIP， 给老板什么呢？19.9。我跟你讲一下，你得到30瓶饮料，你不亏吧？每次过来领一瓶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谢谢啊啊，拜拜。你看一下子20份就出去了，还剩10份了。嗯，确实厉害。送30瓶饮料啊、哦，我又开心哦，小朋友啊、哦，特等奖，介绍对象。来来来，今天卖完了30份、40份、50份都帮你卖光了。所以说，你看这张牌子里面包含了引流，包含了锁客，你看。送30瓶饮料，但是要成为会员，每次过来领一瓶，含了截流以及复购，下次来5折，还有有意思的介绍对象。一张小小的牌子也能变成大大的销量，抱一下。滚！哎，不是拥抱换销售吗？那去你家吃个饭。啊。